就像一个人要被强奸了，挣扎也死，没挣扎也死，对方已经告诉你了，那你就不用挣扎吧，好好念佛。结果奇怪，那也没有声音，对方心肌梗塞死了。哦，啊，我在念佛呢，他就心肌梗塞，不用造恶业了，直接往生净土。啊，还是对方不见了啊。 那是因为你放下了业就不见了，了解吗？你一对立、一挣扎，火力细这样啊，你马上就受苦了。所以各位要这样全然的奉献。所以感谢四位安利帮我们超度，然后各位就静静的。等一下，如果你要走动，可以，好不好啊？走动，静静的啊，不要讲话。然后呢，专心的观想上供配，就是把我们自己奉献了下施配。 嗡啊嗡，无量无边。唵嘛呢叭咪吽，让对方也发起菩提心。唵阿弥陀佛舍，让对方跟我们一起往生净土，好不好？最好修到我们回向完以后，那个人坐在那边，喂，阿英啊，再见，嗡心，全然布施啊，太厉害了，对不对？放下了。那我想各位专心的观修，那你的身体的。 身的业障就可以净除掉啊，所以我们的身体一开始都有写的，请护法空行，把我们的贪嗔痴慢疑这五种鬼魔把它给踩掉，把它给断头啊，这也叫断。一开始要断除这个五毒烦恼，恢复我们的。 圆满的五种智慧，以这个圆满来上供诸佛菩萨。那上供完以后，那开始对这些冤亲债主、鬼神给予布施啊，甚至上面还写的把我们的皮呀、铺满3000大千世界啊，光皮，然后。 肚子变成须弥山，四肢变成四须弥，眼睛变成日月，整个的生命，然后呢铺满整个众生界，他们需要得什么就得什么。这样的目的呢，也叫转化众生啊，因为呢，以我们这种清净的显现，那么他们去吃到我们这种清净的甘露。 他们也得到转化，啊，所以他们转化以后，各个一样发起，变成一种五蕴皆空清净的状态，个个都发菩提心，个个都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因为我想，佛教里面大乘目的就是要转化整个法界，啊，就像阿弥陀佛的愿，他希望所有六道轮回有情。 都能够到净土，乃至最高的常寂光净土，大家就安住在一个无上菩提心。到了最后一个叫补处菩萨，大家都修到准备排队成佛了，啊，就像弥勒菩萨现在叫补处菩萨。所以，那我想这些仪轨，任何的仪轨或经典，它就要提升我们到达一个最圆满的。 身口意的状态，所以各位刚刚身体这样清净，然后嘴巴都没有人在讲不好的话，心里一直在观修啊，也因为如此，我们的身口意都得到净化啊。就像昨天大家拜慈悲三昧水忏，也是把不好的透过慈悲变成圆满的啊。所以今天30系念也是把这些。 痛苦的六道众生一起忏悔，一起发愿，然后进入了阿弥陀经的状态，啊，到了净土。不但如此，也转化整个世界，大家都往生净土，啊，1、2、3，不断的这样努力。那我想以后各位都是如此了，不管你喝水、走路，它都在净化这个世界，啊，所以。 但是你祈求佛菩萨的加持，这里面这个施身法都是靠佛菩萨，当然里面包括祖师大德、这些大手印的、大圆满的传承祖师啊的加持啊，只要我们有这个信，他就可以帮我们把这个五毒不清净转为五蕴清净身，来上供下施，也透过我们上供下施，也转化了这个世间的不清净为清净。那我想各位这种思维模式，各位要经常练习，就像你在呼吸，就在净化这个世界。透过你的悲心、空性啊，吸进来所有这个宇宙的不清净，都把它吸进来。那就像空气过滤器一样，就像洗肾机一样，要透过你的空性、悲心，还是对三宝的信心，然后又把它转化出去啊。又把它转化，就像我们念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一个杀人犯，一个魔鬼，南无让他转化，让他生命转化，叫嗡。这个嗡就把不清净转为清净，慢你被灭哄，转为一种大悲心、大智慧圆满的状态。啊，嗡嘛呢呗咪吽，把一个五毒乃至一个十恶不赦的转化为圆满清净莲花上的如意宝，就像阿弥陀佛转化。九品众生都可以转化，只要你信，他不要你修。信跟愿，他转化你到西方极乐世界，跟阿弥陀佛清净平等一样。所以大乘佛教的特点在于如此啊，因为万法皆空，没有不能转化的啊。最坏的嗔心，最坏的杀业，观业性本空，罪性本空，都可以转化的。那叫透过佛菩萨的转化，就算在黑暗几万年的黑暗，你永远消除不了这个黑暗，但是佛光一亮，黑暗就自然不见了。所以各位只要一直时刻不要灰心，不要失望，不要对立，不要批评，因为任何的境界，包括生老病死，都可以拿来转化啊。所以我们修行人，现在各位。啊，准备往生呢，可不可以转为净土啊？可以把娑婆马上转化掉啊！所以我想，重点在你有这个信心，有这个愿力啊，来念佛、诵经、持咒。那所以我想，仪轨100万种，经典100万种。那目的呢，看你个人因缘，只要一即一切入，你就得到转化。南无大悲观音菩萨。就是对外祈请观音菩萨，更把自己转化为观世音菩萨，啊，所以当然透过名号、透过经典的思想改变、透过咒语的转化都可以，啊，那各位要时刻保持如此，但是境界随时都在来，很无理取闹的境界时时在来，啊，但是你不要被这些境界转化了。啊，一个医生说要帮你打止痛剂，哪里打错了，让你全身燃烧而死，啊，那你要转化哦，这是我的业，那我可以转化它，啊，因为越痛苦你才会越念佛，了解吗？啊，所以呢，越刺激你才会越有正念，因为什么？因为一切都是幻化的，也一切有它的因缘的，所以我想。我们人在这个世间呢、啊，就像在一个非常痛苦、危险、恐怖的地方，颠倒梦想啊！但是你时刻转化，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啊！你用智慧关照，你用佛号加持，你用慈悲摄受都可以了啊！去转化一切，不但转化自己，也转化了众生。就像外面哦，纷纷扰扰，交通。啊，市场 shopping 唱歌跳舞，然后苦海无边，回头是岸。你看到这个就转化了。所以一个寺庙的清净庄严，啊，透过这些境界，你去转化你的心，啊，你就忘掉你的烦恼，因为烦恼从这个门跟那个门，不过只是一个刹那一个感受而已。刚刚你被打了，一进来消业障了，这样而已，啊。因为它只是一个感觉而已，但是你不要执着有一个我在被打，有一个他在被打我，有一个痛这样而已啊！因为一切都可以改变，所以希望各位抓这个原则。我这样讲的意思是说，很多仪轨我们不会，很多经典太深看不懂啊，很多咒语太长不会念，但是你有心态就好了啊，哪怕一句阿弥陀佛，哪怕一句唵嘛呢叭咪吽都可以。那你知道这个都是在转化自己，透过转化自己可以转化别人，透过转化自己可以转化别人，这很简单啊！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先转化你，然后再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也转化对方啊！所以我想，我们可以透过我们的佛性，相信，然后让佛菩萨的力量透过我们的佛性就转化对方了。所以不要放弃对方，不要抱怨对方，不要跟对方对立，也不需要畏惧啊，因为一切在内心里面完成啊。透过内心广修功德，广积资粮，广结善缘。所以你现在如果不去斯里兰卡做功德，你如果到非洲跟他们众生结缘，那你将来怎么广度众生呢？所以趁着现在各位有机会，特别在新加坡去国际都市，你可以跟任何一个地方，特别是趁他们有苦难的地方跟他们结缘。啊，没饭的赶快给他饭，缺钱的给他钱，要衣服的给他衣服，对错错先不要管，结缘。啊，就像我们在监狱以前都一直煮素食给他们吃，过节过日就进去给他们办浴佛节啊、八关斋戒啊、送东西啊，只是监狱还要检查一下这样啊。打佛七啊！我以前打佛七都在监狱里面打的，多好，通通是光头，只有男人啊！所以大家很认真啊，但是这样他们就觉得，哎呀，师父什么时候再来？因为他说他在念佛就忘了自己在监狱啊！啊，因为大家很努力嘛啊，在念佛的时候他找到哦，原来我可以成佛呢，所以后来他们报名了。典狱长就说：“哦，报名越来越多啊，而且他们认为是好事，因为参加成绩好才可以让你参加哦。啊，你在受刑时间表现好，再让你参加，多参加几次就提早假释啊，因为他们已经找到那种快乐，快乐不见得有女人啊、吃啊、喝啊、赌博啊、毒啊，快乐来自于控制你的心，快乐来自于跟阿弥陀佛连在一起啊。”而且他们生命越苦，越相信极乐世界，因为他们的环境不好。他之所以会变成一个流氓也好、造坏人，因为他的环境不好啊。所以那现在有一个圆满的环境，让他们相信了啊。所以我想各位在这一点，然后我们时时刻刻关心啊，特别是对方需要帮忙，我们就赶快出现，这个叫普门示现。然后呢？借这个机会，所以刚刚在观修过程有一个，你要肉我给你肉，你要皮我给你皮，你要财产我给你财产，啊，明明对方无理一样，但是我借这个假的跟你结缘，让你开发佛性嘛，啊，所以我想就像他们这些安妮他们都很小就出家了，11岁还没满10岁，所以他们一辈子就很单纯了，啊，所以单纯的外表、单纯的声音、单纯的心。现在可伟大了哦！1、2000人乖乖坐在这边听啊，被他转化，他这样生命有意义了，对不对？我常跟他们说，你们在山上啊，念给自己听哦，啊，那你到五浊恶世啊，哇，就像在监狱一样，念给他们听，这个有意义啊！就像各位只会念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我以前去监狱打佛七，我带他们去，你只要会念阿弥陀佛就好了，他就跟你念。我们就做好一点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他们就来念了，啊！所以我们前面一排都是居士，男居士要女，大家就做得很好，阿弥陀佛，后面就开始学了。所以我想各位，哦，原来佛法没有高啊，没有低啊，他们觉得这样念佛很有意义，在家里念佛打瞌睡，到监狱念佛都不会睡，啊，因为有人被我们影响嘛，啊，这个叫大乘的根基。有人被你影响，你就很认真啊，就不一样了。所以我想，大乘佛教就适合我们这种特别华人这种不甘寂寞的一堆人啊，喜欢表现自我的一堆人。但是呢，透过这个把它转化，去影响别人呢，啊，因为把自己庄严好，就像我师父常讲，各位我坐在上面，我都很认真啊，在读，然后观修我也很认真，我也可以影响别人。啊，那各位了解这个道理，我们时时刻刻